坑内矿工们辛苦挖出来的煤，现在轮到坑外的矿骂们处理，他们要选煤、洗煤。矿工跟矿骂分工合作，差别是男主内而女主外。矿工就是因为说生活，他蛮还是蛮喜欢说，他有那个存在贡献的心。啊，我今麦那囡仔头就大了，伊那来做些。就伊说今麦是讲，伊就阮家的时阵，都后五十岁，叫做为了做阿公啊，娶某，然后叫娶某，伊那来做些。甚至于存钱不好，爱就习惯了，对。因为伊当阵处理大个两年前哦，三年前，伊当建筑断好的时候，家人拢走去做建筑。啊！做建筑的，因个因为伊工作关系啊，自由关系啊，去建筑的，啊，佮晒日，啊，佮爬大楼，啊，佮刷落去，伊袂下，佮倒转来。你工作爬一百米的时阵哦，我下爬一百米，心情无同款。你遐悬落来，你唔惊，暗应该暗拢唔知影。啊，你工作你来大楼的时阵，落来看落去，你惊。所以阮咧有阵阮咧拖水拢有几百米嘛，有啊。不习惯高空作业，不习惯太阳，当然。就像父亲他们说的，我们是黑社会兄弟，是地下工作人员。工作人员彼此互相安慰说没关系，制作人帮我们保了意外险。然而转头处却看到他们若无其事的准备俗称二桃的钻洞机，在岩壁上顺着石头的走向凿洞，准备埋放炸药，下班前引爆，明天上班清走爆开的石头，然后矿坑又接近了地心一步。待完两斤情跟大家来博感情。这里是矿坑内许多支坑的尽头，采煤的负责采煤，而他们则专门跟坚硬的石头对干，负责一尺一尺的凿开地心，寻找煤的所在。由于是新凿开的洞，安全坑木才在架设，随时都有落石的声音传来。拍摄小组似乎连讲话呼吸都不敢用力，怕声音震落了头顶的石头。这相思树比较耐用。哦，是相思树的。是啊，它比较耐，它是比较硬。那硬的话，石头比较不会那个。如果那个普通木材一下子放掉，来，还是多啊，很重啊。工作人员彼此互相安慰说：“没关系，制作人帮我们保了意外险。”然而转头处却看到他们若无其事的准备俗称二桃的钻洞机，在岩壁上顺着石头的走向凿洞，准备埋放炸药，下班前引爆，明天上班清走爆开的石头，然后矿坑又接近了地心一步。
当场可以吃。没事啦，我一家喝水。我一家喝。啊，这不是这，不是这个，另外一个，另外一个。这个假病啊，现在是，不随便。下午一点多，是早班的矿工们准备出坑的时间了。坑口的绳子一拉，坑内接到信号，早班最后一趟煤车开始放行。为了避免煤灰在坑内飞扬，一车车的煤在运走之前都洒了水。洒了水的煤看起来是乌黑晶亮，然而出坑的矿工一个个看起来却是乌黑而疲惫，不过眼神却都显得自得。疲惫是因为平均年龄都已经是54岁的人了，而自得是一辈子相同的工作之后，现在无力也无能改变后的那种认命。危险做团危险。你是做这个，我你面哪？我做石波。你做石波无关，啊！你做团，你做团波。你两个做团面乌啊，做石面白啊。做石面，迄有灰尘啊。迄拢会滴掉你面，才较白。啊，就做哦，灰尘掉迄面会较白吼。啊，做石甲做团来讲，啊，有啥物无共无？伊在弄牛叉。做石波，伊迄石波时阵，伊坑较大着，阮就安尼，恁早起，明仔早起有拍坑着吼，迄伊迄坑门较大。啊，伊若做大诶时阵，去咧探水，伊迄探水有诶安尼遐薄呢。遐啊，两弄伫脚涂骹。嗯。哦，安尼，身躯倒。啊，我知。做石头较大块，做船一定爱较瘦，啊，袂做遐细坑。你看恁两个，是不是？是。矿工出坑之后。第一件事是洗澡，洗澡对矿工们来说，除了清洁，还给自己原本的面貌之外，我自己常觉得仿佛有着另一种仪式的意味，是洗尘，是走过一段险路之后的消灾去厄，是一种重生，请原谅，这是我自己的感觉。就较早古早人伫个迄个做炭坑会讲，做者艰苦，讲就在死也要出去讲。嘿，啊，若唔出去，这个鱼较早是用个骨啊，去骨啊砍。讲若要出去是死一个，迄个就要做甲强个死。啊，若唔出去，厝一点遐点，出去还死一家。做炭坑个人看偌艰苦啊。啊，较早做炭坑是天光哦，无看路就爱行，就爱唔是讲车人侪，像你三脚行来到遮就爱行点外钟久。天光就爱，无天无光就爱行，行来到遐做事，啊，暗时啊就搁行倒转，暗时啊就做甲遮无看路走出来。这个行到因家，因家的人就啊，特别暗啊，搁在看看，看奈迄个奈还袂转来，我看到做看到偌艰苦了，对。啊，即卖水准，即卖有干，即卖做个时间就较短，即卖拢大家敢若讲较易咯，较无做遐久。啊，你有恁家有囡仔，有人想要做炭坑无？我呐，我一代阮爸嘛无做炭坑，敢若我一个做炭。我甲阮大兄就做炭坑安尼。啊，知你有后悔无？你有后悔讲做这行无？做这行？无啊，我较做啦，后悔，后悔哪会过来？较做就无后悔啊。伊手下老爸老太惜命，
哎，老少咪讲用地婆啊名，啊地婆啊名，较早地婆若无顺看啦，若无地咧官婆啦，啊唔知断那地就安全无啦。啊，伊老爸是伊老老母甲传送命过啦，讲有地婆啊名就对啦，伊若无做记者嘛做大官。啊，唔知断地就安全无啦，所以讲地地安尼安尼想话过就对。我记不阿名。在一片四黑的环境里，矿工们自己种的芥菜显得特别鲜绿。他们摘下来，说准备过年的时候煮灯米彩。在连呼吸都充满煤灰的世界里，芥菜是唯一让人记得的颜色。洗好澡的矿工们慢慢散去，矿场又慢慢安静下来。我们当了一天观众，也该走了。工作人员忽然说：“奇怪，今天怎么过得特别快？”是特别快，黑暗接着黑暗，竟然也是一天。想起曹禺的剧本里面的一句话，也许像矿工生活：太阳起来了，太阳不是我们的。作为一个矿工子弟，其实，最想看的，但是也最怕看的，就是类似刚刚可看到的画面。也许我们不是在矿区长大的人，大概没办法想象，在地底下有一群人，他们是怎么工作的。即便是矿工的儿子或是女儿们，如果没有下过矿坑，大概也不晓得自己的父亲是怎样工作的，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工作的，把自己给养大。刚刚。自己看那些画面，其实回味最深的反而是他们所讲的所有话，因为那些话我从小听到大。比如说矿工都会自嘲说自己出生就是地婆阿娘，是可以当官的，没想到长大之后是戴安全帽过日子的。当然我爸爸他们会常常讲自己是地下工作人员啊，比如说刚刚一位先生讲一句话，大概是我从小也是听过，但是自己很怕说出嘴，没想到他自己讲出来。他说以前的矿工是出去做事是一个人死，不去的话可能一家人饿死。这样的经过这样的解释，好像我们可以比较清楚。可是透过一个矿工自己讲这样的话的时候，好像可以看到里面的无奈跟悲怆，但是日子还是要过。煤矿这个行业在台湾，由于进口煤的品质或是价钱都比本地产还要好一点，所以事实上煤矿在台湾已经变成一个夕阳工业了吧。而且我们刚刚可看到的所有矿工大概是最后的一代矿工，但是作为一个矿工的子弟，我想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里面，大概还是永远没有办法忘记矿坑的味道，那些人的肤色、讲话的方式，甚至一群人聚在一起的时候那种呼吸的气息。我个人其实最喜欢的一个味道，是一群矿工做完工之后换完衣服走到路上的时候那种感觉，他们身上有一种共同的香皂的味道。但是对曾经在那个地方住过的小孩子，闻到那个味道，通常都会想到一个感觉，是爸爸今天没事，爸爸今天回来了。做大还是想